你会抽烟是不是？我没退休呢。你是不是会抽烟？才能在那嘎达叼颗烟抽。大姐闻着了。能闻着啊、嗯。会喝酒不？喝酒喝得三四个月喝一回，一杯脸就红了。不行。咋的？喝酒少喝点还行，抽烟不行。那烟味儿，那皮都像人那个嘴里有口臭的味儿，多难闻呢。这个我都可以，要不他不说我也记。为了我哥哥身体健康，烟酒我都不动。烟我跟小红娘我也说了，我都不抽了，一盒烟能抽七八天，十天吧。大哥就说，如果要女方这头不喜欢抽烟的话，一口不抽，一口都不抽。可以记呢？记可以。是吗？还可以。通过了解，王大姐反感刘大哥抽烟这事儿，但刘大哥这头能主动戒烟，王大姐这头少了些顾虑。可对于刘大哥还在租房这事儿啊，王大姐会不会有啥想法呢？我没有房，我租房住呢。那你这个年龄应该有房子呀？没有，我是离婚的，离婚出净身出户了出来的。离婚原因就是我也不好意思说，反正也。咱们的节目都是实话实说，我就是咱们这个节目的忠铁杆粉丝。我就是我以前给全国这家修路了，等我回家了，人家家里头就有说的了，他就有朋友了。你要不想我租房住的话，你就上我那儿去住去，非常好。哪都不能去呀。你就是租房再好，也不一定我租自个的房时间长住的习惯。那对，那对。